马斯克在讽贝佐斯，你无法靠起诉登月，律师再好也没用。凤凰网科技讯，北京时间9月29日消息，埃隆·马斯克对于杰夫·贝佐斯通过不断起诉阻止 SpaceX 项目的做法感到不满。周二，马斯克在 Code 大会上再次向贝佐斯传话，你无法靠起诉登月，不管你的律师有多棒。马斯克是在回应主持人卡阿斯维什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表态的，只是在推文中不点名提过。